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那请放掌啊。那么我们呢，上堂课呢，跟大家呢有带过，已经带到了这个所谓的啊，这修各种禅定啊，他在做观的时候呢，都用几乎都用四种禅基本的禅法。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来作为什么呢？作为它的承载的工具。哈哈，我常讲禅定是一种工具，但是非常管用的工具。人类探讨宇宙也是用工具啊，望远镜啦，什么地底下面的那个水啦，他找寻中子是这样找的，中子没办法找。那中子一天当中据说估计啊，一个人身上会有80几粒中子从我们身上穿过去，它是如入无人之境啊，是这样。但是人类一定要找到它，然后并且怎么样，并且拿到证据，非得要拿到证据，因为在理论上算出来说要有这个中子啊，中听起来你就知道嘛，没有正电负电这样，但是它是宇宙的一种射线。好了，那比如说这些东西，都通要什么呢？通通要用机器来探测啊！它在地底下，它也不用挖洞，但是它在地底下埋着什么？埋着几千几万个泡泡，水泡。啊，那个水泡呢，里头的水呢是高阶的纯水。好，这样啊，纯水到什么？就是几乎就不是几乎，就是应该说就是没有杂质。那是很难的、啊，那不我做 RO， 是骗骗人的，拿来喝可以了、哦。那真的要做科学研究的话，那里头还是杂质太多。他必须做到那样，那比那个什么晶片用来洗那个表面 的那种水啊，还要再纯。好、哦，这样啊，它是要做工具嘛。那一样的禅定是工具，那我们就说到了禅定工具呢，有最有名的四无量心、八倍舍跟八圣处哦，这样讲我们就讲过了，对吧？那我们还讲到说这个四种禅为什么能够引申出禅定天，生活的禅定天。人死了之后，你是初禅人，你是修初禅的人，那不是老来无禅定吗？疾病没有禅定吗？那你怎么能够就这样死亡的时候入禅？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你出禅的人的身体的状态是非常稳定的，真的是健康呢，真的跟真正的健康。那无知的人呢，就认为说，哦，要去运动啦，要做有氧啦，这才叫健康。那是你凡夫的经验是这样，倒也没错。哦，你没办法修禅定，你当然就要去做什么老年的肌肉运动。老年人常常会摔倒，常常拿什么东西没拿好，他反应慢，当然理由是这样，没错。但是主要是肌肉的记忆反应 不足，所以你看哦，老年人你们自己看哦，大概45岁之后哦，你突然间走，哎，跨出门槛会踢到门槛，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那我是什么情形啊？哎，这门槛这么低，然后我跨过就会踢到啊什么啊？而且穿拖鞋有没有？穿一穿会掉了，是这样的啊，走一走快一点，拖鞋在后面啊，怎么回事？这对定心来讲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的肌肉反应、记忆反应是完完整整，你不用去想，他都会做得很好。但年纪开始大了，他的记忆性反应不佳，那你会以为 OK，
会以为 OK， 跟不上来，他的记忆跟不上啊。你知道为什么记忆跟不上？不是你的脑子坏掉，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叫什么帕金森症啊，什么老人痴呆，那是另外一回事哦。是你的肌肉记忆有记忆，但应付不来，是这样，是这样，怎么样应付不来啊？我知道要提多高啊，啊提不高啊，在 0.3 秒之内要提那么高才能跨过门槛，啊，我知道啊，可是你的肌肉里头已经水化了啊，追追你知道不？啊，然后呢，提高在 0.3 秒应该提高，因为你跨那个步有 0.3 秒要提高。0.3 秒提高没那么高嘛，啊多少呢？差那得。所以我突然间觉得，哎，我的大拇指怎么黑黑的？啊，那天有那个居士的小孩啊，他是做那个皮肤科的，他说师傅你脚踢到哈，我没注意呢，我一看，我什么时候去踢到？踢到乌乌，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看可以到这种程度，那以前不会发生的。怎么办？练肌力，把那个肌肉量拿回来。所以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举重、抬高、走楼梯。但是呢，楼梯又要走，要小心，不要伤害到膝盖。是这样。要做无氧运动。什么叫无氧？没呼吸，你要惊，那叫无氧。做无氧才能长肌肉。早年不是 one more。吐膜，那个是有氧运动，那个有氧运动可以，还是可以，那是心肺功能。另外，那是你要长肌肉的要怎么样？要这样，嗯，所以以后你要看到那个老尼师在家里做这个，噔噔噔噔，这样做举哑铃，你懂吗？要举哑铃，这样才可以的。哎，我们都要了，35岁过后，30岁女生30岁，男生35就要开始练。不然肌肉他会怎么想啊？反正养肌肉很累啊，啊，不然让它水化，自己肌肉会溶解掉呢。你只要卧病2个礼拜，你就要复健了。啊，那一肌肉自己就不爱用啊，啊，就扭起，你听好不？肌肉会溶解耶。还有西方人一天到晚讲说要多喝水，多喝水，水是毒药，你知道吗？水喝多了会溶解心脏肌肉，有人水中毒，有没有听过？世界上还在比赛喝水的，你听过没有？比完了之后送急救，心脏肌肉被水溶解掉了，要修哦，被水溶解掉，因为太多，多到稀释掉，心脏的血液是不是很多？但是因为你喝水太多啊，结果血液里的水过多了啊，跑在心脏里，把心脏肌肉溶解了，还回不来，回不来。回不来，所以喝水哈，中医讲的比较中庸。他说水是阴性的，刚好就好。我滴你口口啉，滴你口口啉，啊，你那是西方人，滴你干？你吃肯德基，讲烧烤，啊，你无差嘛，以一种体，你听有意思不？拢吃麦芽呀，吃麦的，他冬天也在喝冰水啊，是这样啊，他的体质是这样，边讲你嘛，迄啰。西方人女生生小孩无你做无你病囝的啦，今日先要下晡就出来啊，都咧乱乱说，伊讲安怎促进血液循环对阿娘较好啊？真的，你西方女生你看看年轻的时候看看苗苗苗条条，一生过小孩，整个梨子屁屁，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壮起来了，你听我意思，哦，用起来，膝盖因啊变用起来，安尼擦白安尼啦。啊，都变流行的，卖讲笑啦，啊，都不过就是安尼，伊都变流行的，你听啊，因的生活都是安尼啊，伊的生活都是安尼，一整个祖宗判若三人，不是两人，你懂吗？已经不是判若两人了，是这样啊，这都是伊的生活，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方互相羡慕，都互相尊重，各取所长，相互融合。不是说西方都不好，西方东方都好，也不是啊，东方都不好，西方都好，也不是，好，要做多融合，哦，我们要这种心量，啊，一样了。那么以上就这样讲，我们就讲了这个事情，对吧？那
这里头有讲到，有人问我说啊，什么叫八色？不会色，八处啊，不说错，八种胜处跟八倍色都会出现色，很特别。安怎讲？色是一种可对的东西，就是你咧闪电的中间，你是看得到光的呀，看到光的。你知道什么吗？哪八色？四种色叫做光色，叫做有，叫做无形有对的色，就是光，光啊，白光，有对吧？我擦擦，我白光，我有对，对着我嘛，但是摸不到，对吧？啊，一种是有形有对有色，这有形有对的色是什么呢？地水火风，有无？水你看得到伊的色会，哎呀，是讲不出来一种，咱讲水色的安尼尔嘛，是不是这样？当天空的那个反光让你看起来水是黑黑蓝蓝，那是另外一回事。水在一个杯子里头是不是水色？咱讲透明的，伊嘛是水啊，伊嘛是有色啊，对吧？啊，地呢？啊，地有地的色，不同的地有地的色嘛。哦，比如种菜最好的是褐色，黑褐色。哦，我你有种，假如我种的迄个红凤菜，有无？哦，很鲜嫩，对吧？刚才吼，伊刚甲老一出啦，哦，无啊有影会硬气，哦，我拢无食到，你听，哦，安尼很鲜嫩，对不对？欸，我用的都是无有机有机鲜艳肥料啊，黑乎乎的。我最近又配备升级，既然大家叫好叫座，我就再配备升级。我因为我要出国啊，有时候请人家弄哦麻烦，我去弄一个什么盆子，那种盆子是能够自己吸水，能够让土壤潮湿。不过我试了一下哈，只能撑一个礼拜了，所以那个行本是啊，你都一礼拜怎么五六天啊？你给他加一摆水，安尼就对了。啊，无我去两礼拜，我熬煮。嘛是不好，它能撑一个礼拜，哦，大概就五六天了，你就加一下，啊，加水就在洞里上面就加，啊，它有一个孔哦，有一个坑，加个半就好啊，它也让你知道能够加多少这样，啊，哦，是这样，好不好？哦，啊，就比如这样，这就是土色，地水火风，地水火，火有火色，火有火焰嘛，嘿，暗有无？火啊。火因为红焰，红焰，你看太阳不是也橘的吗？就是那个色，橘是温暖色，就这样来的。好，所以橘啊，佛经上讲叫黄白，黄中带白，哎，有道理啊。那个火有没有旁边那个焰是白的，所以它叫做火色。哦啊，地色呢？地就是和啊，和黑色就地色，水色就是无色之色。好，哦，有无？水呢，纯的看起来，你咪要讲伊什么色，啊，都水色尔，那你不晓得什么色，对吧？无色之色，再来什么色？地水火风，哦，风就头痛了。风在禅定的人才看得到，禅定的人看得到，禅定的人真的看得到，他看到空气在飘，那个微细的风，微细接近清白，清火焰那个上飘那个青色，清白色。是这样，所以八色就是这样来的，地水火风，青黄赤白，青黄赤白，所以那青黄赤白是人类生命中的根本色，可以这样讲，哦，不是那个用透镜弄出来的那个什么红白蓝啊，红啊不啊，红蓝绿是吧？红蓝，哎，查一下什么叫三原色，啊，我小时候读了，还欠债背未记的。啊，是不是啊？好像是红、黄、绿了，还是怎么样？哦，是这样，红绿蓝嘛？哦，红绿蓝，红绿蓝，红绿蓝吗？是这样吗？不是红黄绿哦，三原色，查一下是哪三色？啊，哦，红绿蓝嘛，哈，哦，哎，红绿蓝，对了。红绿蓝，红绿蓝，好，三原色，比如这样，它就不是这样。但是红绿蓝，你看看那个绿，其实还是被主在我们那个禅定当中看起来应该是组合的，黄跟绿组起来是绿，啊，不，黄跟蓝组起来是绿啊。我还没说错的话是这样，嗯，你去组看看，你那个颜色去组看看是不是这样
反正会阻塞出来，就是所以他有他禅定中所看到的根本色，所以青黄赤白，你看看这个色在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看到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莲花青色青光，黄色黄光，白色白光，蓝色蓝光，对吧？是不是一样？那你知道那个佛教旗啊，为什么是那个色？就这样，就是四色加混色一个啊，混色人类用漆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会看成咖啡色。把四个色都加起来变咖啡色，有没有？那不是咖啡，那是四个色，那个什么，青黄赤白的组合色，是第五色。所以佛教其实五色，看到没有？五加这边也五，有没有看到？它是这样，用颜色来表达国家或组织的非常多，欧洲特别多，欧洲啊，你看法国国旗不就这样吗？三色啊，法国找一下。法国国旗啦，什么德国国旗也都是啊，都是用色在表达的，色块而已，它没有很复杂。还有问你哈，中华民国的国旗你知道怎么画吗？那星星嘛，你知道怎么画吗？你们有没有被教过？你都没爱讲。定心，你被教过吗？画中华民国国旗那星星？你买给阿公以前呐、啊。现在在学校里头有没有？没有，没有教吗？没有正式教。我们有正式教呢，有正式教，说那个星星要画得很准哦，要很准。它是对看，它是对照的，它是对，它是什么？对称的嘛。十二，我记得是十二个尖尖嘛，是不是？十二个尖尖嘛，它有标准的画法哦。我们小时候就被教过，哎，那个道松师傅，你应该被教过啊，你七十吧，干不是？哦，你一定一定，迄阵一定是你下卡，一定是你下卡相怕。老师你教你拢无你听，老师在说你就没在听。有教啊，比如这样，那个难画。可是呢，欧洲很多国家直接用色块，用色块，这个可能也跟他们的过去 的天人也有关，也搞不好也有关哦。用色块在表达，色直接表达一种感情，真的，你相不相信？你看晚上的时候，你用那个白色的那个 LED 灯在晚上，然后你这样照，你看起来像鬼一样，对不对？它是青光，你懂吗？那个青色的，不带血丝那种样子，那你自然就会怕、啊。好，那橘色自然就会暖，温暖呢、啊；红色自然就会警觉呀、啊；蓝色自然就会沉淀呢、啊。它自然有它自己的效果，这是在禅定有关。为什么我们的佛经一定要用蓝皮？原因这样子了。现在人不知道黑白用，你听好吧？有黄的啦，有那个红的啦，黄的是有啦，黄的是有，皇帝在用的，它上面还绣龙。你就知道，咱中国汉林的皇帝吼，最爱变一挂古鲁比索的啦。你听我意思，什么一千的山顶啊，会使高价量啦吼，啊，伊个鸟爱五鸟啦，安尼啦吼，啊，你若加一鸟，你这个什么三品官会使三鸟啦吼，啊顶啊吼五价量啦，你加一只，你拖去斩啦，我讲母鸡出来，拢你母鸡出来，你听好无？上爱生这個，自古以来就爱玩这个竞技游戏，这叫竞技游戏。哦，完全是威权思维啦，这个就不能拿来当做大道用，对不对？这是小道之行啊，这不是大道啊、这个好 ，OK。那么这些呢讲完，有人在你稍微问我一下那样子，那我就简单说明哈、哦。那我们来讲到华人社会或者全世界正在面临一个各种宗教的相互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宗教的背后有神，神的基准在哪里。比如说早年的希腊罗马，他们是多神教，后来呢慢慢的多神教对政治意涵不合，所以凯撒大帝呢他就不爽，他开始相信了谁？相信了一神。为什么天上有一神，地上有一人？哎，啊，天上有众神啊，哇老啊哇，啊哇，地上我这个王就管不了了啊！哦，你是你老车，爱、啊、是三太子，啊，这个个妈祖婆，啊，迄、那个是观音祖，啊呢，啊，迄、那个是济公，啊，济公我归哪个？啊，我是要哪管呐、啊？他古人他就头痛了、啊，
是不是啊？华人比较聪明，华人说啊，我招安，我招安，我呢帮妈祖封他为天后，是恁爸封的哦，所以恁家姓妈祖拢姓我，因为恁妈祖的地位一定无下我上的，啊，这样的话人就莫名其妙高过神了，你懂吗？欸，中国人真的政治头脑超好的，懂吗？他不要去搞众神，把他削成一神，因为那一神哦，权力太大，跟人王也会对抗起来。西方就这样，所以他想想，嗯，阿弥陀佛，安诺，我招安你众神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样？所以呢，那个他就找那个什么，那个基本上是民间想就道士，他开始排比天庭的众神的位阶。啊，因为四体环音相对比较慈悲，阿玛侯恭维，你听我意思，四体环音靠侯恭维，啊，一个领的什么呢？33天的天主嘛，阿弥陀，你做天公，给起你公理，拢靠好，好，拜你还怎样？我们出家人叫藏公，我老啊，你得叫我藏公，不是叫法藏法师的，要叫藏公和尚。知无？哎呀，你哦，这个人基本拢安尼叫，是这样，加一个“公”字就比较高哦啊，所以是吧？天公，这么看啊，天公，天公想多啊，在佛教来看，他是还在地居天呢啊。为什么他要做最大？因为他跟人很接近，他跟人很接近，他站在地面上的嘛，是这样。所以华人文化里头，他就不采取一神，但是呢，都在为政治服务，一样的道理。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为什么来的？就是因为帝王一直跟什么呢？一直跟教廷合作啊。好啊，宗教管思想啊，帝王管物质啊，两个又合起来，哇，人民就苦不堪言，是这样。发起十字军东征的不是国王哎，欸。是教宗哎，你怎样？教宗有军队，然后他缺钱，作战一定缺钱，对不对？是不是啊？哎，像定心这种小孩哈，就我就很好处理。干嘛？每次要被知客事务 K 的时候，我就叫他来买赎罪券，你懂吗？赎罪券，来买赎罪券哦，一张抵一拳，这样两张抵两拳，这样啊，看呢你是要被揍几拳，然后那买三张。这次打三拳，那就买三张赎罪券，啊，我教廷就渐渐有钱，完全一本万利。啊，老百姓会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国王也帮忙说啊，丢丢哦，你有罪啊，哈，那个在马路上抽烟、乱吐痰啊，哎，有罪，我怎么办？抓来关，那不关啊，不关就买赎罪券，互相搭配，你懂吗？啊，然后国王再怎么样，叫抽税金，抽税。是不是大家分，你懂吗？大家开始分，那这样是不是两相得利啊？老百姓卡在那，我跟你讲，你都没有人替我讲话。慢慢的，他的民主思维就出现了。从法国开始，他们搞沙龙聊天，左岸听过吧？巴黎左岸听过吧？就在左岸，就在左岸。为什么呢？因为河流的方向分左右了啊，左岸刚好望着对岸。的皇宫，啊，就是一挂，有读书人啦，落魄政客啦，哈，啊，失败的生意人啦，或者是要找乐子的社会贤达啊，就在隔着那个多瑙河还是什么河那边哈，来望着皇宫，啊，甲骄，你听好无？啊，骄当然嘛是爱啉一下咖啡的，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左岸咖啡就很有名，是这样来的，是这样，因为马路嘛会忝吗？啊，中昼食饱才开始有气力通骂，啊，不过食饱阁会爱困啊，啊，都安怎？参照我安尼，咖啡啉一杯啊，气力就来，啊，就开始酸。你呐，啊，这个有其中有一个叫做啰嗦的，不是啰嗦，台语讲叫啰嗦，你听无？他就啊，这个国语翻译叫做啰嗦，是这样。突然间想起来说，嗯，不对呢，啊，上帝不是造所有人吗？啊，对呀、啊。那我们也是被造的、啊，嗯，对啊，那奇怪啊，为什么国王都他干的？啊，为什么教宗都他干的？啊，我们大家大伙儿都不是被上帝造的吗？啊，造的出品的时候，大家都 QC 都不错啊，
有脚有手有手有眼睛有鼻啊，都很不错，对吧？所以应该大家在上帝底下都平等才对啊。哎，突然间，那咖啡里面一半的人讲，哟，我怎么没想到？我拢我咧立钱，爱你娶某，搁娶小姨，嗯哎呀，咁对，就开始想啊。所以法国就这样，民主滥觞是这样来的，他还是从上帝来的，你懂吗？是这样，很有意思哈、哦。人类的文化发展没有那么神秘啦，你把它讲白了，就是什么啊？就是大叔的事，隔壁大叔的事。你想会搞的，人拢有想搞啊。啊，人想会搞，你嘛想会搞。哦，所以说，圣僧的逻辑跟哲学跟文化，最终都落在生命眼前，一定要记得。我只是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讲解这个历史的概念，这样知道吧？人类就这样子，哎、欸，那、啊、东方还在干嘛？东方还在吾王万岁万万岁，还在一直睡，对，叫不醒，叫睡装睡就叫不醒，你懂吗？所以整个东方还在万岁，为什么？因为东方曾经厉害过啊，曾经唐朝的。长安世界第一大都市等同现在的纽约、啊、那中国人就卡在那了，就整个思想就什么呀，定格在伟大的中国的历史文明就卡在那没醒过来啊，人家已经在左岸喝咖啡、哦、然后呢什么呢，伽利略已经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地动说、哦、然后呢那个什么呢，牛顿也开始被什么呢，被那个苹果敲到头了，人家开始在已经在做什么呢，蒸汽机了，那华人还在什么，还在玩四大发明，鞭炮算盘造字，还在缅怀这个，你了吧。所以说走前面的也会危险，文化在前面的你不再反省，你马上就落后了，世界都一样，欧洲不也这样吗？现在的欧洲对不对、哦、被东方打趴，他一件内裤可能做不出来，都要到大陆去买，深圳去买内裤，是不是这样子啊、哦、我研究淘宝好几年了，为什么？因为我大陆那边的捐款拿不回来，只好继续用淘宝买东西，好惨哦，是这样。所以呢，开始现在我们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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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宏师啦，等念师傅啦，都手头上很多啦，穿的啦，用的啦，很多都淘宝买来的，是这样哦。那其实也不是坏哦，他有的卖的也不错，人家进步了嘛。所以台湾人要醒过来，哦，醒过来，互相交流，哦，才不会误判。误判，懂吗？是这样子，意识形态一回事，现实状态又是一回事。先从现实下手，意识形态暂时摆旁边。我们佛教徒不最会这样吗？对不对？我们平常不都在念阿弥陀佛吗？吵架起来的时候，阿弥陀佛摆旁边，生气摆中间，这不就是意识形态摆旁边吗？吵架是现前的问题，林虎高头熊还要这样。干嘛把意识，不要把意识形态先抓前面，因为意识形态牵涉太深的 自我，那就是什么见浊，烦恼浊的见浊，见浊五浊第一呢，见浊呢，说过麦克生黑，那个是稍晚，生活大家先渐渐走，再来看，哦，是这样。好了，那么咱们天王呢，我们就来谈谈四天王，啊，四天王我们谈谈神明信仰。我们讲不要讲民间信仰，民间什么信仰不在民间呢、啊？哪怕在天上吗？在王公贵族那里吗？当然不是了，信仰都在民间，所以讲民间信仰是一个通话，信仰在民间，怎么讲民间信仰呢？那其他信仰不是民间的吗？所以这种语词有语病，应该讲神明信仰更加明确，对吧？神明嘛，对吧？王爷是不是神明？对吧？人讲爱拜神。有没有神明信仰，神而明之谓之神明，为什么会明之？哎，就去人跟你讲啊，讲啊，恁家鸡啊鸟啊安怎啊？哦，啊，恁家安怎都安怎？那就是明嘛。我有所不明，我要来问事嘛，对不对？是这样哦。
我听说那个北车问世哈，余波荡漾，很多人还在传。他说：“哎，对呀、啊，佛教可以这样弄。哎，哦，佛教这样解释哦，这样还可以，我可以。”开始这样。昨天去吃饭的时候，那教授跟我讲了，他说他的好多学生从来不学佛的，他就问那个法藏法师是哪一个山的？他概念里头只有那个几个山，你知道，佛光山、中台山，他只有那几个山。他就问法藏法师那是哪一个山的，然后那老师跟他讲，什么山都没有。哦，真的吗？他佛教概念里头就真的几个山，你知道？啊，对啊，小普陀山的，对对对，下次说小普陀山。啊，真是哦，啊，这样子表示他开始好奇了啦，哦，他开始在注意了啊，就是好事啊，好事啊，是这样，比较不那么严肃啦，那让年轻人能够有机会接触哈，是这样，不是说我还搞什么新的花样，不是，年轻人用新的方法尝试。好，那么四天王呢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哈，四禅定天已经讲过了，四天王呢，他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他还在欲界里头，啊，就是欲界六天都在欲界里，所以他是有男女性的关系的，是有哦，他也有生儿育女、男女这些的意涵，是这样。那欲界的范围哈啊，欲界的范围哈，上至六欲天，中间是人畜所居啊，这点是顺便跟你讲一下，中间是人畜所居的四大洲啊。上次我们画过那个洲的那个图画啊，这个在这里，我好像画过了啊。给大家看过，在这里噔噔噔噔，有吗？啊，这个啊秀一下啊，秀一下啊，之前有画过，意思啊，回忆一下，回忆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就是四大洲啊。那么他呢，四天王在这儿，你看到没有？四天王李家，哇，李家半山腰，好，然后呢，到立天在这里。在山顶上，啊，所以我们那个须弥山呢，有没有要做成这样才好看呢？好，能如果能的话，是当然没办法也算了啦。这次不知道做的怎么样，还没做，做了哈，对，这次摆一下会比较好看一点，就是要有一个天宫啊，在那凸出来啊，顶着是最好看，是这样。好啊，但是我们都是用米去做了哈，就做成这样而已，它没办法做成腰细，哦，腰要细。没办法，没关系，没关系，有那个感觉就好了。要腰一点点细，这样这是最标准的。他在天上，他不是在这里。你如果把它做成这样，其实他在半山腰了。啊，他其实是这样子的。概念上是这样，他在这里才对，这才叫忉利天。啊，四天王站四个角，哦，这样这种感觉啊，无伊来的时阵，伊的起码是瓦路伊，你听我意思无？天公来的时阵，啊！你那有搞搞创个安尼啊？敢袂看伊？人我是住顶啊！你甲创个半路啊？这样呢？啊！甲四天王哭到顶，迄我的下将呢？那是我的下众啊！是这样，是这样了解吗？我们就意识到了啦，哈，意识到了，就这样。就好像说，你知道吗？放蒙山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什么米饭吗？哦，这里比丘尼也知道啊，米饭对不对？那为什么会煮一个空心菜？常常就煮那个空心菜，有没有应采啊？应采康熙没有啊？就是民间讲的啦。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我有不周到的地方，我无心的，你懂意思吗？空心不是无心吗？就我不是故意的啦。好，阿谦大家哦，卖见怪啊呢，完全有媚鬼神概念啊，但是没有办法，人类本来媚鬼神就会在的，因为鬼神有小神通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哦，阿公老人痴呆死去啊，什么都知道现在怎样，鬼最大啊，那种鬼神比较大的概念也是一种祖先祖灵信仰的概念来的，你懂意思吧？啊，所以说他怕鬼是合理的啊。啊，华人的鬼是基本上是比较可爱的，不会像西方人的电影有鬼，都是什么呢？都是伶牙俐齿这样啊，那个不是这样啊。其实比较符合真正佛法上看到的鬼的样子，
鬼只是一种生命形态啊。好，那么这个大家知道了啊。好，那我回过头来啊，来，好，那么说欲界四大洲哈，那下至无间地狱，都是生活在欲界的人的天人，有身体形象，所以有物质生活的需求跟精神生活的享乐。这什么意思？这是说享乐哈，它还是要依于肉体，还是依于肉体。那没有那个真实的肉体，我还是可以有一个精，有一个很微细的能量体，那还是可以受乐，那就是属于三禅。我说三禅的乐是乐在身体上，那个不是我们这种肉体的身体，它是有能量型的，很微细的微细色，这样了解吗？到了四禅的时候呢，因为它已经不需要呼吸，在人的立场上是不需要呼吸，由人的立场得三禅的时候，它那个肉体的乐还是在的，啊，到了四禅它才舍掉这肉体的乐，肉体的乐会比精神上的乐还要强烈直接啊。哦，这个大家应该理解吧？吸毒就这样来的，吸毒就是一种肉体乐啊，它不是精神乐，懂吗？它虽然伤害的是神经，神经是肉体啊，神经嘛，我们是精神，精神是无形的，啊，神经是有形的啊，神经是白色的，灰白色的啊，它如果暴露在空气中是这样，所以它在伤神经，就在伤身体，所以它会引起整个身体的出状况嘛，是这样啊。曾经有一度，台湾社会有人在推大麻合法化，这点必须说明。结果你知道谁帮我们守住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所认识的那些基督教妈妈哦，他们常跟我讲说：“叔，我们打了一场胜仗，胜利的胜啊，不是圣人的圣，胜仗。”他说：“然后怎么样？”我说：“我们还直接去找蔡英文讲，啊，他女生对女生哦，唱《炉香赞》比较好，你知道吗？”如弟弟如意啊，那就丢了哦啊，如一如后来成功了，哎，这我们的总统还是被说服了，他说啊，这要好好考虑，后来没有推，不然有些民间团体很强悍的，那么年轻人很强悍的啊，年轻选票啊，那这样啊，他们这些妈妈级的哦，看平常看起来散兵游勇，一牵涉到他儿女的问题哦，马上为母者强。往前冲，你懂吗？是这样子啊，就成功了，啊，就成功了，很不简单了。所以说，你说人家基督文明哦，有时候也能够产生一些积极的社会功能啊，这点还真的是，我们还是从这件事情上看出来，他们没有具体的组织呢，完全平常散兵游勇，散在各处，是这样啊，用那个什么，用那个网络在连结的，他们用那种方法。是这样，他有一次呢，他先生载他进去，然后他先生是在做花艺的，这样，然后再进立法院了。那立法院看都没看他，只看到他太太，马上就说：“啊，请进。”然后他先生说：“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啊？”他现在都不知道，因为先生赚钱忙的赚钱，赚来的钱给他太太在立法院冲撞，你懂吗？结果那个连立法院的守门的人呢，还有内政部守门、行政院守门的警卫都认识他，然后一看到他说：“哎，强力强力啊！”呢，然后他先生说：“嗯，什么时候你变这么厉害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不知道你某这么厉害。”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哈，就是人家哈。说实在话，他的文化有他文化当中那种比较正义感的那种行动，真的是有。我们佛教徒自己真的要走出来，跟他们呢多交流交流，他们也愿意手把手教。女生对女生比较好弄，哦，是教呢，哦，都是妈妈级的，都是妈妈级，没有什么特别社会身份呐，也没有，就是一股什么呀，要保护我的儿女，保护我的家庭，他们想法就很简单。也没什么太复杂的什么，有了宗教信仰一定有哈，哦，这样啊，他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论述，也没有啊，但很热衷投进去这样子，嗯，啊，像这样的概念哈，做的蛮成功的，所以说他有物质，所以他会物质会有享乐概念，肉体，这就是五阴炽盛，色受想行识那个五阴。色阴主要是荷尔蒙作用，
所以欲望不止。所以周休二日在西方是宗教文化的产物，在东方周休二日就是玩乐，就玩乐。所以大家你看，周一倦怠症，周二勉强醒过来，周三可以工作，周四期待周五，周五期待周末，所以这个整个社会好好工作，大概就周三、周四而已，是这样。当然不是说都这样，但是很多你网络上看，很多都这样，也写这种书，哦，是这样啊。那当然，西方现在又在谈周休三日，他有他又是他的宗教文化逻辑。他说，周六是 Family Day。啊，周日是那个什么 pay， 就是那个祈祷啊，哦，祈祷日啊，哦，那我就没有其他啦，所以再加一天，周五，哦，是什么呢？这 game day， 呵呵，玩乐之日，这样才平衡嘛，所以应该周休三日才 OK， 你看着办好了，慢慢等到东欧洲也都这样干的时候啊，你跟他一起做生意的东方也得真的这么干，就这样，你被压着打呀，你自己的论述如果没有的话，哦，是这样，好好了解。那么所以男女相参呢，啊，纯有你看男女，因为有这样就会有男女相参，就会有，哦，禅定天当中他没有这种男女相参的问题，哦，那他有，所以他就一定存在饮食男女欲。那有饮食有男女，你就会累，累就要睡眠，睡眠欲。欸，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人在昨天，昨天他们在说，师傅你哪里有六十几岁？他跟我熟到五年了，他都一直以为我四十几岁，这样子。当然不过，我大西也是啦。我就今天早上要来上早殿之前，我做了再测量一次。我大西四十六年啦，无阿济安尼，四十六哦。有时候刚睡醒会跳到四十八，为什么？那个心血管比较硬，没有动嘛。好，哦，这样啊，稍累一点四十七，他量出来的。我说我就是心血管的软硬度了，哦，软硬度。所以不是睡眠一定要呢，真的我没骗你，真的我没骗你。在禅定当中，五分钟好过睡三个小时，只是说我们一般没这个技术而已。好，像美国海军，他后来跟禅师们学了一个放松睡眠法，因为海军陆战队啊，是海军陆战队，他随时要作战呢，啊，你又不能睡，啊，又不能不睡，啊，怎么办？他们发展出三秒钟。三秒钟入睡，睡三分钟，抵一个小时。啊，其实就是用我说的那种方法，就佛教或者禅修者讲的，放松、坐意、睡下，三分钟醒来，马上充饱。啊，你听我意思，啊，你要训练呢。现在人就是因为想法太多啊，就变成那个电池变成镍氢电池，充不进去。要锂电池，高效率氢氧电池，很快就充，叫做高速电流充进去是可以的。它同时进去嘛？为什么？你整个全身放松，它能量全部恢复嘛？不是说心脏在恢复，脑在恢复，你脚等一下再恢复，不是这样子。它同时间恢复，是做得到的。禅定修一点小禅修就做得到，所以。禅门当中的禅堂啊，中午他十二点仍然进禅堂，那刚吃完午斋啊，他那支香让你打瞌睡，不打香板，大概在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让你打瞌睡，东倒西歪，他也不要太糟摔下来，这样就好了，哦，基本不太会了，不太会，身体会有那个肌肉反应，不自会，那东倒西歪，等一下，这支香下来走。在绕香的时候再上去，哦，大家精神饱满，这是古来的禅师们都知道的。再来，西方现在开始研究出来了，睡眠以九十分钟为一个 cycle， 所以说你如果进入到九十分钟，会进入很深，大概在七十几分钟进入深深睡眠，叫醒你会很惨，会正在深睡眠当中，所以午睡不能太长，二十分钟以内，
合理耶、欸欸、真的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是睡二十分钟啊，三十分钟午睡，就吃完早餐午餐，对不对？会有个叮叮当当，未叮未当，啊就开始啃啦，因为未叮未当啊，啊哦，啊爬起来叮当啊，叮叮当当，啊呢啊就爬起来叮当，啊就开始下午第一节课是这样，而且二三十分钟而已啊，你会觉得不够？不，现在研究也是说这样够，不能进入深睡眠。大概半个小时过去，你就进入深睡眠状态了，啊，眼球就开始绕，然后开始会做一点小梦，无意识之梦，然后做到正深的时候，哎，再慢慢回到浅睡眠，会这样。啊，我没办法，不，我没办法，每次都在浅睡眠，或者每次都在深睡，没办法，我随时得醒来，所以我自己的做法跟海军陆战队很像。你比如说，有人载我去演讲。中午才刚吃饭而已，吃完饭到演讲的地方二十分钟，如果加塞车二十分到半个小时，假设如果远一点，那如果近一点十五分，那可能我还要接两个电话或回两个讯息，可能要这样啊，只剩下五分钟，只剩下五分钟哦，我一样，就是我会这样想，你跟着我这样想就对了。五分钟，只要我睡好好的深睡一分钟，它都能充电，所以不要管它了，反正到时候人家会叫你，然后肩膀就痛，就这样。啊，当然，欸，你的那个床靠哈，如果车子晃得很厉害，你要去买一个那个护颈的，不了啊。不过你如果真的深睡五分钟，深睡啊，起一边哈，你看等下你也落枕，你听好不？因为肌肉过度紧绷。我是不会了，但有些人会啊。有些人五十几岁他就硬邦邦了，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啊？我测量是四十六岁，所以基本上还不太会。但是有的人就会，就完蛋了。一背起来，背哪里呢？唔敢叮当啊！你听我意思不？你们有没有经过这种经验？有无？那落枕很严重哎，要一个礼拜才好。我去注射有无？打那个什么？打那个肾上腺素啊什么的？什么？肌肉松弛剂里头都带有一种肾上腺素的功能在里面，我还唔好，哎，这住了到底黏的顶啊，安尼啊，看唔通啊，西医就是安尼啊嘛，无法度，吼，啊，不然就是大概一个礼拜慢慢好，啊，不然就去用桥咯，哎，我桥都唔掉嘛，无好，这样，啊，所以我会注意这样，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太会了，我只要在注意，我已经不太会这样，以前睡得很深，深到怎样，深到这里哦，这里就像掉了一样，啊，本来放松。经典上也是这样教的，瑜伽那个南印度的那很多那个修瑜伽术的那些外道们，他们也是懂这里啊，从这里可以放松啊，从这里放松。啊，因为我习惯了，就不用再指示自己。啊，不习惯就要指示自己，就要这样想。我肩膀这里放松，我脖子这里放松，都在这里哦。好，然后我腰放松，我背贴背。然后我手摊开，啊，摊开就放在那个车子的两侧，或者你坐在椅子上，就椅子的两侧。然后说，我现在沉浸水里，飘在水上，只有鼻子在水上面，没重量。有人昨天骂我，啊，别想遐啦，等一下吃素牛肉面，啊，唔通想遐啦，紧睏甲讲啦，遐拢有啦。要这样，要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个。三点半要弄钱，这都歹啊！你听无？你三点半这都歹啊！这叫你慢想，你慢想。三点半我死啊！我钱要去倒提，那这就很麻烦了。就是世俗人难修，大概是这个了哈。或者你老婆、你老公一直打电话来，你儿子、你妈一直打电话来，那就放不下。出家人相对比较没有这种事，那就会放下。五分钟也可以，三分钟也可以，三分钟也可以。我常常的经验是这样，觉得睡好久了，一醒来一看，我预计十分钟叫闹钟，我八分钟就醒来，我有警觉了，八分钟就醒来，我觉得睡好久了，那就是管用。所以这种概念呢是有的。现在睡眠障碍的人非常之多，好啊，一定要可以训练啊，是可以训练。日本也写了好多这种书。因为日本人这种问题也很严重，
啊，大概解决方案基本都一样哦。好，那么这样，所以说睡眠欲呢一定在，一定在哦啊。最后就是这就是要欲界，所以有这些欲，就是财色名食睡这种欲。啊，有时候会讲成色声香味触五欲啦，五欲有两套说法，都叫五欲。这个是讲根本的色声香味触，有没有？有没有？哦、色法、声法、香、哦、味、哦、味就吃嘛。你看那旅游节目，讲风景的不多，讲吃的特多。啊，明明在旅游哦，旅游一定讲吃的。啊、你们注意到、啊、就一定一定就是这样。哦、吃才真正色受想不色声香味触那个味触就进来了，嗯，就这样对吧？啊、哦，这就五欲。那财色名食睡是最明显的目标，以目标说，以内涵说，目标说财色名食睡，那睡怎么会是一种欲？是啊，它是一种睡欲啊，它其实是一种睡欲。所以为什么世尊当年饮食欲也控制，睡眠欲也控制啊？为什么波州三昧九十天不睡？有没有？有没有？所以这是可超越的，这不是西医讲的说啊人性怎么样怎么样，那不是，那个就是人本经验的东西，不必然是这样。 OK， 好，那么这个呢有这些欲，所以它叫欲界总说。欲界六天仍然因为有欲，就有什么，就有资源争夺的问题，对不对啊？有资源争夺问题就有管理的问题，懂不懂啊？啊，就会有福报高低的问题，这都有啊，所以就需要什么呀？需要管理了。管理，因为你有欲我有欲，那欲就是有不一致的状况啊。色界天不能说无欲，但是呢，因为他在男女欲、饮食欲几乎都零，啊、哦，我初禅、二禅、三禅，他几乎都零，他的相续的那个影响力几乎都是零的啊，所以他的管理需求就相对少，只在第一初禅天还有看起来有管理的样子，有犯众天、犯辅天跟大犯天，这名称看起来就知道他是有管理，到往上就不用了。禅定更深，那种有形欲望的争夺需求就越低，听懂吗？所以西方有一句谚语，他说：“当你太注重你的外表，你就会失去你的内在。”我觉得有道理啊，内在就是内在欲望，而内在的本质啊，精神本质啊，你都注重外表，外表就是那些财色名食睡啊，对吧？你一直注重那个，那你的内在的精神面就很差，你就很差，你就会堕落。我就堕落、啊、你看做个国会议员 你搞成亲共护台，所以你搞成这样去用警退就拍天爱，而且还十年，我那这个牵涉就很不好听的内容了，对吧、啊、我们不谈政治、啊、但就这就是什么欲望嘛，人类面对欲望真的很惨，真的很惨。全世界为什么说哈、啊商业间谍、政治间谍、军事间谍这么多，靠的就是财色，没两样，没有第二样。所以佛经治财色，我说经 佛的戒律收起来就是财色两样而已，其他都是附随组织，都是附随的。哦，这样听好，所以这样就叫欲界，完全是要注意的问题。完全是要注意的问题。好 ，OK， 那因此他有国家形象与人间差不多，但是呢，有三件事情不一样：长寿、端正、多乐；人间呢，少乐、少乐、多苦。我常讲啊，快乐的时光离开的好快。回忆起快乐的时光，你快乐吗？不快乐。会回忆快乐时光的都不快乐，为什么？因为现在没有，我才回忆的。回忆起来一对照都不快乐，痛苦的时光回忆起来会怎样？会更痛苦。所以所有的回忆都不快乐。不，你想一想啊，想当年我怎么样怎么样？想当年，就是现在没有了。
你才会想当年。所以所有的回忆几乎都是不快乐的啊，人类本来就剩下很多回忆，是吧？思忆、回忆跟记忆这三忆，那你一定回忆嘛，对吧？所以苦多，天人倒过来乐多，乐多啊，是这样啊。那乐多端正跟这个啊，跟这个长寿啊，那长寿就是福禄寿的寿。端正跟乐多是福跟禄，基本上是福跟禄。禄位就是指福报、身份，啊，这样，啊，福报跟身份就禄。主要特别是身份，特别是身份啊，或者家庭人际关系很不错，这样啊，因为大家多乐啊，所以怨恼相对少，哦，相对少，相对少。但是呢，天人，我说欲界天的天人。也会有他的婚嫁关系，啊，也有他的婚姻制度，啊，所以呢，有时候会犯天条，犯天上的少欲知足的天条，那他这样的话会多乐就会被用掉，福报会用掉，他会早日折为折就下降，堕落成人间，会这样。再来是鬼神，鬼道。有福报，不端正，相对长寿，但没有像天人那么长寿，那就是神明，一般的鬼神，做神的，好，做神。你看有些土地公庙有没有？他兴个一百年左右，大概三五十年左右就没了，你注意看，就没有了。啊，有些有，很多啊，小的土地公，他大不起来的土地公，他一定是福报不够。他也很容易一段时间就没了，就不灵了，因为什么？去投胎了，他的寿命没那么长，啊，他是鬼道，啊，有的鬼道就不一样哦，哇，有什么？地球上地表最大的土地公有没有？在哪里？啊，你们知道吗？啊，在南部某处啊，公开不好讲，啊，地表最大的，哦，土地公，哦，那为什么？哦，他福报大。寿命也跟得长，就这样差别啊。好，那多乐倒不一定，鬼道做土地公的，他不一定叫做多乐，但是呢，他有身份，因为他有福报，所以说商人来祈求帮忙，他有那个福报可以拨给你，哦，是这样，或者是甚至于有那个禄位，像。这个财神爷、财神庙，哦，我们说那个啊，五路财神，哦，那曾经就有赵公明，有人那个，这个财神庙、财神庙的主委曾经跟我讲过，他说有一次那个他们的五路财中路财神就是那个什么赵公明，他就讲话了，他说啊，你们也要做好事，我在天庭管钱，我才有。理由拨一些给你们，你看他在天庭管钱，他就不是鬼神道了，他是欲界天的人，这样听懂吗？是这样，所以好多啊，管钱的好多，有鬼道的，有福报的鬼道，福报的鬼道生活接近天，接近，但是他是鬼道，所以他还是嗔心比较重。哦，嗔心比较重。有啊，就今天有去那个了嘛？我们杨叔有没有去？今天五供咩？五供啊，有去无？有啊，啊，还有什么五尊？五尊土地公有没有看到？哦，是这样啊，有的可能 stand by 的啊，有人可能是人家怎么样？因为他有经过我们同意啦，哦，啊，供在那里。不过现在时代不同了，那个我们这里因为是南众道场，所以他也没有要求土地婆，啊，是这样，蛮好的，大家很配合，啊，是这样。有些地方是有土地婆的，啊，是这样，啊，那类似这样，那像这个就是地方鬼神，他也会护持，啊，曾经就是护持过万佛寺嘛，那个谁啊，陈威就是因为这样中了50万，啊，跟他约定说要给他15万，他要供养万佛寺，陈威自动失忆。
失忆了之后呢，他给他一个月，一个月的那个月的最后一天，他跟我们老菩萨老尼师在那个龙船旁边遇到了，他捧了十几万冲进来，跟老菩萨讲，跟老师傅讲说，叫伊卖个怕，我昨昏伫梦中我爸阿要讲故事，安尼，我这现金十外万钱退来，我过来银行领，他就自动忘记，就是我们的早期的土地公，就是这样，他自己讲的。就成为居士就是讲的，他自己讲，他说很灵，他说后当年他还没有离开，还没有往生的时候，土地公庙的他在上香的，哦，现在是安梦的，安梦在上香，嗯，对，哦，是这样，哦，一样的，所以因素有了，我们也跟他打招呼了，哦，是这样，哎，对，拨款一下，所以说那个是赵公明有这样讲过，所以他就是那就是天神了。他不动用到他自己，他动用他以他的能耐跟在天庭上面的信奉，他拨这个东西下来给人间受用啊。其实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让人的福报现起因缘啦。那个拨的概念是这样，他只是那个因缘呢无形无相，他会用钱做数目，这样听懂意思吗？是这样子。你要真能播，那将会无中生有。人类的福报不会无中生有，一定是修来的，这样懂吗？但他为什么讲播好像可以无中生有？不，那是因为他给你这个缘，这样懂吗？哎，缘有进有慢呢，是不是这样的啊？有强有弱啊。你比如说这样啊，那我有那个缘，今天得100万的供养，那我不是用掉了吗？对。下面一句话才重要，我知道时间到了，下面这句话你听下去你会赚到。要以少分，不要怕用福报。有的老尼师哦，肥皂自己买，卫生纸自己买，好，什么什么都自己买，每个月还补贴常住水电费，看起来很守戒，对吧？对，那叫做不犯，但是那个叫做不损失，不是这样想，要这样想，我合理使用常住的物品，但我要为常住做更多的事，也就是我拿1块钱赚3块钱的福报，这才是行菩萨道该做的。你菩萨道要有，你看佛陀百劫修福报，修相好就修福报啊，修相好，你为了要利益众生，他还用100劫专修福报，他才能够去利益众生。你要行菩萨道，大圣人，你自己只怕损福。只怕用掉常住，你都不创造新的福，那不是聪明之作。人生在地球上本来就是被人家帮忙的，我问你，你出去自己带路吗？自己带一条路出去吗？啊，你搭高铁自己去充电的吗？啊，是这样吗？你叫计程车，那汽油是你自己去踩的吗？你怎么不依靠众生呢？就是因为我依靠众生，所以我要利益众生。我要利益众生，所以我要拿少分的福报做更大的功德，我才能长养更大的福报来利益众生。大乘要这样想才对，懂吗？当然了，不要浪费，能省就省，这是 OK 的。我听说巴菲特、比尔盖茨谁住的都不是豪宅，好，还有那个现在很红的那个马斯克。听说也是都住一般，好，你看那个脸书的那个老板有没有？那年轻小伙子有没有？他穿的就是也是名牌了啊，但就这样而已，也没名牌到哪里去，你懂吗？他那个高领的灰色上衣啊，他买10几20件，人家问他说你怎么不改一下？他说这样不用选，生活比较有效率。他跟出家概念不一样吗？不用选，对不对？101件就这样，概念是这样是对的。所以你看，事业成功的人，他西方人，他你看巴菲特，他把他自己的所有的那个什么资金捐出，裸捐到2%还多少给他儿女做创业基金，其他通通裸捐。这就是以福报创造福报，好吗？大圣人要这样做，好不好？这样子不是说你要去做天人，你要做菩萨就得这样啊。向下文长复以来日，所以大圣人不怕用福报，懂得怎么用才对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归佛，
当愿众生深入经藏，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